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使用什么？使用 query 什么 list 来什么？哎，来实现什么文章的什么采集啊？文章采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说官网。OK 啊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听好着，它是一个什么优雅的渐进式的 PHP 采集框架，让采集更简单一些。听好着，它真的是让我们的采集变得什么简单了。OK 吧，那接下来我们选择文章，那么选择文章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选择了，听好了，3.0、4.0随便你，你愿意哪个，我是比较喜欢用3.0，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，选择3.0，好吧，那接下来安装，能看到吗？复制一下它，然后呢，在哪呢？在我们的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好，路径是在哪呀？是不是在这？不要把路径整错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？走走。走，我吓我一跳啊！好呀，然后从，OK 啊，是不是这个？那么首先我在这个地方来安装一下啊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喝，没关系啊。那你这试一下不就得了嘛啊，这无所谓的一件事情啊。那这样呢，哥们，我们是不是进行安装啊？啊，安装一下。那这时候呢，干嘛呀？它就取决于干嘛呀？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速度了吧？那在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怎么整个5.3出来的？啊，这我删了啊，5.3肯定是什么没有意义的啊，没有意义的。OK， 这时候是不是在了吗？在安装了吧？咱们在这个地方来看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肯定是什么？是不是安装啊？那安装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干嘛呀？来用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慢啊 ？OK， 是不是就有了？那有了以后，我们调查一下，大家能看到呀？那文怎么弄呢？那么我们重新再来。好呀。哎，没有啊！我刚才干嘛把它？是不是有 command 0.3？大家能看到是不是都有啊 ？OK， 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来做一下，我们还是来做什么抓取啊？你要 title。那这时候这个 title 呢，和我们刚才的那个干嘛呀，就稍微有点区别了。区别在哪呢？首先这前面干嘛呀？是不是都一样啊？是不是前面都一样？哎，这些干嘛呀？听着啊，这些 HTML 包括这些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干嘛呀？叫 request 的什么 ？HTTP 是 request 还是 request HTTP 来着？我都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是不是都一样啊？那稍微不一样的地方，大家跟着我那个节奏。我现在干嘛呀？要抓什么玩意嘞？我现在还是抓这个图片，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吗？我现在还是抓这个图片，那抓这个图片大家看好，我现在怎么去抓嘞？我现在找这个 class， 大家能不能跟上？我能不能找这个 class？ 你看好，我怎么去做嘞？我首先啊，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？我们打开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首先是不是把这一句话复制过来，然后呢把这个命名空间是不是整过来？那这个东西呢，我就3+5全部把它复制过来，好吧？因为这东西都是老套路嘛。首先我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引入个 van 的目录啊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？复制一下它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粘贴一下，然后同时 Ctrl X 写到哪去了？是不是写到头部去啊？那然后这句话呢，是不是也是在头部在待着的？可以吧？那接下来干什么？这两个呢，我们就不说，然后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，query 这个地方是不是写网址啊？我们写什么呢？是吧？兄弟们？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数组？大家能看到吧？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数组换成什么？说中国号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什么？用 image。然后大家看好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一个数组啊？于是乎，我们还是用个中国号来代替。那这里我们写什么呢？这里我们就写这个 class。能看到吧？我选这个 class， 那这个 class 怎么写的？点 class。这我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写，是不是啊？那写 class 里面我们取什么？那第二个就是什么？你要取的东西，我要取什么？
啊，不是全 SaaS 场景企业对吗？是不是缺这个？OK，能看到吗？那这玩意儿我们取完了以后，这个地方有个叫做什么 debt，OK，那这时候大家看好，我们把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走到吧，嗯。哎，这个地方干嘛呀？我们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就写了？这个东西干嘛呀？很简单啊，有没有豆豆？图片有吧？几个？不是十个吗？您那就不是十吗？你觉得是用来插 pass 还是用正则表达式，还是用这个哪个爽一些？是不是这个更爽一些？你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找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只要在这个地方找到 class，然后往里一写，好了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是不是就跟我们写几块是一样的？哎，我给它起个名字，完了以后吧，是不是就找到了？是不是就找到了？是不是用的很方便？哎，用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的方便。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个什么东西啊？把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全部都能采集下来了？能不能跟上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把它全部采集下来了？那么我采集什么东西啊？首先，这张图片我现在刚才已经得到了吧？得到以后你要干什么事？得到了以后你是不是把它下载下来？下载下来然后写到本地去，然后是不是？因为你这现在用的是远程图片吧？你是不是要变成本地图片？这是第一步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第一件事情，是不是把这图片下载到本地？这是第一步啊。标题要不要得到？那这时候标题你看啊，怎么获取？现在大家都应该会了，标题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？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class 啊这些东西。我们发现干嘛？呀哈，是不是有一个？OK，那这时候干嘛呀？眼睛干嘛呀？是不是都泛光啊？接着写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要的 test，对吧？是不是就要的你们的内容啊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题有没有得到。标题是不是得到了？但是标题对不对？标题不对，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标题那就证明这个 class 干嘛呀？是不是用的人有点多？是不是啊？那用的人有点多，那这时候干嘛呀？我们加一个标识，它前面是不是有个 test？再它的前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？是不是 atom？atom 是不是啊？有吧？那 atom 是不是在这？所以说你看点上 atom，那这时候我们再次那个玩意儿，是不是正好对了？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用它的话，还有什么不会写的吗？说采集是没有问题啊。那这时候标题是不是也有了？图片我现在是不是也有了？那接下来是不是就采集这个文本了？那你说这个文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不是 atom test 的下面的是吧？怎么了？OK，那这时候干嘛呀？哎，这个地方干嘛？写错了啊？是不是 atom 下面的什么它下面的它，是不是就这样写完了？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不是还是 test 啊？OK，那这时候大家来跟上我的一个节奏啊，一二三走。是不是全有了？那你除了这个东西要有以外，你还要有什么东西你也要有啊？这个时间你是不是也要有啊？当然时间你可以不要，因为我们自己生成，真的无所谓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你真的获取到了，你觉得时间获取不到吗？接下来你还要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就这个链接你要不要？你觉得这个 end 链接你要不要？end 链接是不是一定要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按键建立一会儿，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主体内容给它采下来？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要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这个链接是不是采了？那这个链接我现在就不说你们是不是怎么写的啊？这个下面的 test 的下面的 i 下面的 href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这不 i 吗？哎。那所以说，你看哈，我们的 href 怎么去写呢？
啊，是不是它下面的水，它下面的 test 下面的 a 下面我们取 href，那这时候大家来再来一二三，我们干嘛呀？是不是就有了？但是有了以后不要着急，我们发现干嘛呀？它多了一些些，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是不是多了一些啊？那多了一些的原因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来一个这个啊，来个箭头，是不是就是强烈的要求它就是它的子元素啊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能不能得到。这不是 CSS 当中讲的吗？我下面的什么，如果你加空格的话，那么你的什么评级是不是也给你整下来了？那这时候我要那个箭头，是不是就是我下面就是小什么小草，是吧？咱们这位同学我就把它排除了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？明白？那如果说我加空格呢，这一溜子是不是只要同级的，是不是都是 A 的话，是不是都有啊？明白？哎，所以说你发现是不是就是 HTML 那个 CSS 啊？这个东西我现在应该没什么难度吧？是不是没难度？那你这时候你想象一下，这玩意儿我一旦有了以后，我是不是就可以保存入库了？保存入库以后，你治好了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干什么？第二步再来查询一次，然后干嘛呀？把这个链接再整开。第二呢，你不要，我之前有学生你知道吗？他非常带劲，他怎么带劲呢？老师，这个链接是不是打开了？挺好的，咱们这个 query list 呢是可以做那个叫做回调嵌套，他写个嵌套什么？把这个链接再访问一次，就是什么？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得到它了？我再访问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地址啊？然后再把它采集出来，然后把这两个数组合并成一个，然后去弄。我说你这是在作死的心，行不行呢？是可以的，不是说不可以，明白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本身采集人家这个页面是不是就已经很慢了？你这还再采集进去以后，你是不是就等着别人发现你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想象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啊？你看我是不是把这个采集下来了？我再点进去，然后再把复制下来，然后我再干嘛呀？再关掉它，再把这关掉，然后呢，再到第二个来，然后呢，我把采集下来，然后呢，再进去，然后再采集下来，再关掉，再下来，再你说你手动点是不是都麻烦啊？是不是很麻烦啊？那这时候你说我都采集你，我是不是我们一般怎么做啊？哎，着急，啪啪啪一整个复制完了以后先跑到 Word 当中去，然后再啊再每个再点击，然后这样去弄吧。这样的话，假如哪天你把我封了，我这什么还能搞一批列表吗？等到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可以干嘛？知道哪些列表我没有把你弄下来，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弄啊？明白？我这样讲能不能跟上？OK 啊，所以说采集不是一步到位的，是什么？慢慢的来啊，慢慢的来，OK 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关于这个 query list 的这一块，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网站踩到了？能看到吗？OK 啊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？OK 啊，那这个网站我们就采集。